先存一下。行了。很恐怖哦！哎呀哎呀，行。啊，什么东西？哦，爆了啦！哦，其实我啊，其实从来不是从来，是一个不会讲啥这个东西的人。因为认识了米奈他们之后，因为米奈就很常讲啥，就也影响到了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好少，赶来钓鱼。哦，蚊子，我快受不了你了哦！那这样子要把你赶出去了哦，不能让你住在里面了哦，不听话。爆炸了！你看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吃辣可以慢慢训练，可是我的胃不行啊，我一吃辣肚子会超痛。你有看到我是个男生，可是跟女生一样，整天抱着肚子，我肚子痛呀！有东西，有东西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就算你们肯让我吃辣，啊，兔子也不肯啊。好，哦，你说肯的话，好啊，我下次就带你来找我的时候，我整天窝在厕所不理你。好了，我们收集了，哇，好多啊！我，哦，原来不是女的。感觉每次不是因为我家真的就是附近都是花花草草。我靠！丹内，等一下，我忘记收板，回来。等一下，回来，回来，等一下啦，司机，还有人，好恐怖啊！完了啦，逆风了啦！而且刚刚的角度其实很好欸，我可以直接登顶欸。嗯，太阳是从哪边升起？东边升起吗？东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借东风咯。挂走到一个箱子，欸，我忘记我这边放什么的了。欸，我这边原本是要放什么的？好，我们来放塑料好了。哦，这个 B 卷如果又是在刚刚我掉下水的时候，我一定马上摔滑鼠。
是你们，你们摔不摔？放一些 Lily Coco 的材料，行行行，可以可以。海草可以做什么？哦，来来来，海草就是算是那种粘着剂啦，它就是把，你看这种。这种就可能是两个塑胶，然后中间粘一个海草的感觉啊，因为有很多东西都要海草粘着，像这个也要海草。哎、欸，怎么越飘越远了啊？风向变了，我只是想去那里，随意，我想去那里。海草煮很快、欸，来啊，不行了，封一只，不乱来，放弃，哎、欸，我们说啊。我来扩船吧，这一集来扩船，然后下一集不是下一集啦，那个影片就是说要看的可以看这么大，可以去看记录档哦。哎呦，坏水，不会吧？又要起风了，丞相。阿草来，请说出你的心得，来对着麦克风说。哎呦，感觉好好玩，局来玩啊！等一下啦，好，等我一下，现在遇到紧急状况，就是分类改不了，我们等一下哈。我跟你讲，我在开台前我就改了很多次了。竟然用 Steam 密我的大法，可恶！要上课的先睡，好啊。哎、欸，我在国中很早十一点后睡觉、欸，哎，除非是暑假啦。你还不给我好好睡，真心。好啦，你再补记录档就好了。学妹乖，补记录档。同时蜜待遇却不同，当然啦，人家是橘耶、欸，一个是兔子耶、欸，你们是同时蜜的哦、喔。这很好玩、啊，可是不可以玩太快会脱台。为什么人叫我学战？啊，他就是我学妹啊。哎、欸，这个 mod 不要恶意洗屏哦、喔。各位 mod 不能恶意洗屏哦，破台。妈、嗯啊，你不要敲会，哎、欸，菊雨，你有没有在我台啊？就是这游戏会破台，就是它其实就是我们的目的要去找到一个。反正就是生存啊，就是我们要找到陆地还是什么的。嘿，李赫，嗯嗯，啥啦？
别待遇。当然有差别待遇啊，我偏心啊，怎样？哦，为什么你一密我就卡，你一进通话我就卡？那一边是你，因为你对我太坏了。我靠，你看你一密我就这样子，不是你密我的害。一定是你的问题。就是这个游戏它有目的，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解锁这个。那我给你看好了。我是不是开始有点卡、啊？没有，看你很顺。啊，是，我们可以解锁这个接收器，然后天线有的没的，就是要我们去找那个，找到一个基地台。啊，之后就不，我之后就不知道了，因为我怕自己雷到自己，我就没有太专心去查攻略。我想慢慢玩。然后刚刚的电路板要通，来来来，我们来做通。电路板嘛，要塑料。好，我们拿塑料，我们有很多塑料。不要问，你会怕。什么东西？铁皮说不要问，你会怕。哇，做这个毛真的很不吃香耶，虽然是两下换来那个啦，有蛋了。蛋能干嘛？直接吃还是可以烤？哦，直接吃哦。哦，蛋补好多、哦。哇塞，不用这个啦。我们是不是斜着游啊？斜着游不能收集东西耶。好。哎，那边有桶子，那边有桶子。蛋是营养品，有啊，欸，其实我们很爱吃蛋的。然后这边推荐美联社茶叶蛋，好吃哦。你吃过就吃不下其他超商的茶叶蛋哦。抓到工商啊，我就美联社的啊，啊，曾经是啊，对不起啦，你继续下啦。哎、欸，咬一个快一半了哎、欸，大补哎、欸，来扩一下平台儿。这边要多一点条啊，条啊，不是柱子，条状物都叫条啊。那种现在才出现啊，我以为你不理我了、欸，哈哈哈，啊，人又不见了。哎、欸，局好像不在我的台，你要不要敲一下局啊？他说：“这个就是早踩成的节奏。”嗯，怎么弄啊？弄不了、欸。